号的午后，在台糖历史文化空间传来好听的乐章，另外也举办了深层海水产业转型技术辅导产品展售活动，现场有不少的摊位展售，秀出由深层海水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业者，加了深层海水的面条会有些什么不同呢？它的口感会比较 Q， 然后吃起来也比较会有回甘的感觉。多种，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蜂蜜还有全麦的口味啊。我们加了深层海水之后，蛋糕就比较绵密，而且吃起来口感是真的很好吃。深层海水的话，我们的口感会更滑顺，就是口感更滑顺，所以喝起来就更顺口。那我们因为是纯酿的，所以喝起来非常的香甜。用了深层海水去喷洒跟灌溉，结果我们的茶也得了今年的金牌奖，因为它的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非常好，对茶叶提升它的蛮多的免疫力的。是化妆品、美食等等，冷泡绿茶也相当受欢迎。很多的产品我都非常熟悉了啊，在县内还有到外县市其他的地方，我们都经常有去推销，我觉得也广受好评。不过我今天很开心看到还有很多的新的产品不断的在出来，那么表示我们企业也都很用心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他们支持，好东西哦，好康哎哦，都盼到修补啊，那么让更多的乡亲朋友了解到我们深层海水的产品的好处啊。为了感谢民众热情的参加，并且更进一步了解深层海水产业以及台东发展深层海水产业的潜力跟成果，活动当中也进行了摸彩，让民众把好的产品给带回家。东台新闻部发林在台东糖厂的采访报道。